暖的阳光洒在我脸上，冬末的绿芽还没长，熬过那一场飘泪的风霜，慢慢回暖，时间提醒开了一扇窗。从启程到远方需要多远？从未知到遇见需要多久？一个人旅行，一个人出发，一个人在路上，让人常常忘记了回头。阳光点点的碎片，微风吹拂的发丝，这个地方包含了我所有的向往。行走在路上，其实就是一种遇见，遇见大海，遇见夕阳里疯跑的年轻人，遇见另一个不同的自己。时光在我的前程里渐渐变得柔软。你知道吗？人的灵魂是有重量的，有时它不堪重负，就需要把它塑封好，寄去远方，保留心灵的一点甜和一份童心，让它慢慢的发酵，在我们最美好的年华和朋友们开怀畅饮，分享彼此的开心，不经意间遇见一场羞涩。每个人都有权利把生活过成如诗的模样。如果生活还有苦难，就让我以微笑抵挡。